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衔接，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。我们要拿出抓天有痕、踏实留印的韧劲儿，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，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。前进道路上，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，毫不动摇鼓励、支持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，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，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。